欢迎彤彤来中恩、尝一尝我做的大羊脑。丫丫姐做的这个大羊脑看着就特别好吃，加上这个火鸡面料，谢谢丫丫姐。不客气，只要好吃就行。嗯，你每次来我每次都给你做好。走的时候还得再打包一箱那个燕麦片。想吃燕麦片的关注我哟。大猪脸尝一口，好几天没吃肉了。生蚝，今天吃海鲜，看看我能吃多少。超好吃。还有海鲜螃蟹，马上直播。丫丫做的红烧肉，尝一尝好不好吃。老香了，喜欢吃的给丫个双击。还有土豆丝，马上直播。今天自己做的可乐鸡翅，颜色有点浅。超香的，味道还不错哟。马上直播，自己炖的不辣的牛蹄筋儿，不辣的也好吃啊，特别烂黄。最近特殊时期不能吃辣的，不辣也挺好吃。可乐排骨，尝一尝用可乐炖的排骨好吃吗？也能吃出鸡翅的味道。还有草莓蛋糕，今天炖的牛排，尝一尝和羊排有啥区别，看好吃吗？太劲道了，马上直播。大牛蹄，看看大不大，尝尝好吃吧。炖了好长时间，太劲道了，这个牛蹄筋炖得特别烂。喜欢吃的给压一个双击。今天啃大腿，尝一口，太赞了，超香。马上直播。